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的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比赛相信也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啊，两队你看真是这热情一浪高过一浪，我们内心也是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球员职业，哈哈，太完美了。老特拉福德球场是球迷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，特别是西看台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画面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。曼联对阵米兰，这次他们得到一个角球，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漂亮的直塞球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，出界边线球，罗马尼奥利，卡拉布里亚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，好机会，梅西，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门将精准的化解围疑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，戈麦斯，戴维斯，巴斯滕拿球，吉米西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险，分到右侧，马夏尔，迪莱曼斯，吉米西，卡卡跑向传球的落点，米兰反应很迅速，就地反抢，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，安东尼马夏尔拿球，桑切斯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也很开阔，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贝克汉姆，梅西，帕卡拿球，边裁举旗越位，门将大脚长传，拉布里亚，他知道啊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了。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贝尔，马夏尔，马夏尔，皮球弹了出来，把握传球的时机，尤里蒂莱曼斯，他解围成功，又抢回来了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卡卡有机会打反击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抛开结果不说，
看到直接射门，打进一球，他们做到了，打进了扳平的一球。这种球啊，不进都难啊。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不错，应该是重点盯防对象，而我坐在这儿只看到了粗心和高昂的代价。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。的确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。我想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场经典的大战。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。吉米西，吉米西将球塞过去，球在尤里蒂莱曼斯脚下，给了角球。卡卡，卡卡，哎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哈。克里斯托，一记长传，球在马夏尔脚下，球在尤里蒂莱曼斯脚下，长传分边，及时的抢断。吉米西没有选择长传，罗马尼奥利一脚传中。罗马尼奥利，想要穿透防线。出脚很及时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迪莱曼斯被放倒了，犯规。马夏尔拿球，贝克汉姆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梅西远距离寻找队友，直接攻门，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，不错。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，显然今天的比赛观赏性十足，出现了两个进球，双方谁都没能占到便宜。好的，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。这个上半场比赛出现了太多的机会啊，双方都将重点放在了进攻端，显然每一方都有机会取得更多的进球。就比分而言，肯定会有很多球迷感到失望，但是对于中立者来说呢，有这样的比赛已经足够了。米兰的球员回到休息室，半场已过，双方各攻入一粒进球，胜利的天平随时可能倾斜。开始组织下半时的攻势，罗马尼奥利直接传到前场，戴维斯出现得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卡安东尼马夏尔，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马夏尔拿球，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门前失射，漂亮的射门，又快又平啊！阿拉巴，右路的攻势不错，看看接下来的发展。梅西。莱昂内尔梅西头球攻门，可惜打门没能吃正部位。他们在禁区内有很多的选择呀，但是却互相谦让起来，实在是缺乏魄力。卡拉布里亚，贝尔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贝尔拿球，
阻止了进攻。尤里蒂莱曼斯，戴维斯，巴斯滕，阿拉巴，梅西，梅西送出直塞，他拔脚怒射，迪莱曼斯，克里希托，球在安东尼马歇尔脚下传球，好球，踢球打门，门将只是勉强扑到球啊，确实难度很大。马尔蒂尼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是犯规，是的，裁判判了犯规。吉米西之前已经得到过裁判的最后警告，看来裁判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他之前这种表现就是在犯规的边缘，他必须迅速调整，否则被罚下场是迟早的事。迪莱曼斯这脚踢得很远，传中到了禁区里，球被门将控制住。这是一个边线球，巴斯滕，吉米西要到前场，马夏已经进入了威胁区，梅西拿球试图直塞传球，戴维斯选择尝试打一脚，克里斯托大脚把球开了出去，聪明的跑位，时机是刚刚好。吉米西被侵犯了，裁判已经是从轻判罚了，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裁判已经手下留情，下次肯定不会手软。巴斯滕，巴斯滕送出直塞，向前狂奔，质量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有了，完成了逆转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粒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。我刚才还想呢，他会不会尝试一脚远射，不过当你能这样一路披荆斩棘直捣龙门的话，还犹豫什么呢？这次突破和进球都非常精彩。米兰成功改写了比分，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，即使他在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围游走，但是他总能寻得破门的良机。毕竟是搞外围的嘛。漂亮的直塞球，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，对，是越位。现在我们期盼的换人终于出现了，是谁呢？桑切斯、吉米西、哈维。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，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，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。马夏尔、哈维，马夏尔时机很，能起脚吗？这脚射门距离球门啊只差了那么一点点，贝克汉姆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
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们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过去威胁的横传，他选择攻门，守门员将球打出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球在贝克汉姆脚下，好，他高高跃起，果断解围化解险情，哨响了，全场比赛结束。米兰胜利来得并不轻松，这对他们打逆风球是一种巨大的考验。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，太有戏剧性了，反败为胜。苗坤苗指导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太刺激了？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有信念不服输的球队应该怎么做。他们通过坚持自己的风格，成功扭转了比赛的局面，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胜利。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那么非常感谢苗坤。涛哥，我也要说声感谢，